大家好，我是 U23 的细妹，今天我会示范用脚面的波。首先讲下用哪个位置的波啦，可以是鞋带或者鞋头的位置。如果用鞋带的位置的波，只脚要放平，脚尖向前，好似咁。如果用鞋头的位置的波，只脚要好轻微向上，最重要是要踢个波底的中心点。初初学的时候，可以用一只脚的一下接住，两只脚都试下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又收睇快问快答。咁今日咧就揾咗车路士足球学校香港嘅曾丽薇，咁啊做呢个快问快答嘅。咁识个 Hello 先啦。Hello。你都响早几个月啦，咁就女子亚洲杯个外围赛嗰度啦，咁你都响嗰、那个球员名单入边，咁你都有上踢嘅。咁你有啲咩感受呢？因為我哋今次出發嗰啲嘅隊友都比以前都唔同，都係一啲年輕球員啦，咁所以都比較緊張同興奮嘅。同埋今次我哋嘅亞洲杯咧，都係比以往係好，即更加大機會出線啦。咁所以係有同之前嘅感受係好唔同嘅，係覺得中係同其他隊嘅實力係好近啦，所以係好開心啦。比之前個體驗係好刺激咯，刺激好多，不過最後都係爭少少先出到線，所以係好可惜咯。咁雖然係可惜，但係我都諗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一個經驗嚟嘅。好，咁樣就嚟到快問快答咯喎，咁樣唔準諗，即刻答噶咯喎。咁你嘅慣用腳係左定係右腳？右腳。咁點解你揀著九號波衫呢？因為我第一嘅香港隊波衫係九號。好，咁用一個詞形容你自己。貪玩。OK， 咁你最中意食嘅食物系啲乜嘢？紫菜。OK， 咁样四季入边，你中意边一个季节多啲？秋天。点解咧？因为夏天太热，冬天太冻，秋天啱啱好。好啊，咁样如果你有超能力，你会想做啲乜嘢？我想可以随意门咁样去边度，即刻都去到。你中意 C 朗拿度定系美斯？美斯，因為我中意佢嗰個扭波能力。咁你有冇中意嘅藝人嘅？有。歌手嘅顏卓玲，應該唔係好多人識。你喺隊入邊邊個隊友同你最 friend？ 陳詠麟，車路士嘅。OK， 咁點解同阿詠麟咁 friend 咧？因為我哋喺好耐細個嗰陣青訓已經識，同埋佢同我住同一個地方，同一棟樓。OK， 原來係咁，鄰居嚟嘅。係啦。OK， 咁你最中意邊一位香港女子足球員？黃淑芬。點解中意淑芬咧？因為佢除咗快之外，同埋佢踢波好醒咯。係我 mark 過佢好難 mark， 我想好似成為佢咁樣，好似超音樹咁樣，即係人哋 mark 唔到佢咯，完全。亦都佢有好有跑不完嘅氣力啦，好有鬥志添啦。覺得自己有啲咩優點？中意成日搞笑，令到球隊嘅氣氛會好咯。你覺得自己有啲咩地方要改善呢？同事好似優點太貪玩咯，成日都唔識收斂咯。哦，都想自己定翻啲。係啦。好，咁你唔想踢而家嘅位置，你仲想試啲咩位置？前鋒。前鋒，正前鋒。係啦。就嗱，即係你而家都踢緊翼。係啦，左翼。左翼 ，OK。咁最後一條問題，你有冇啲咩夢想或者目標？其實我最大夢想是想踢出國，即係可能好似幾個師姐咁樣，阿咪出咗去台灣做職業足球員咁樣咯。OK， 非常之好啊！咁樣唔該曬你阿妹，接受快問快答，唔該曬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